弟弟，哥哥，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哇塞，哥哥，你可真太好了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椰子呀！椰子上面为什么会有辣椒呀？因为你是成都人，这是哥哥给你的礼物。哎呀，我谢谢哥哥。别客气，弟弟，哥哥，太巧了，我也给你准备了椰子。哦，吃吧，哥哥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好喝吗？弟弟，这里边是椰汁吗？ 不是，为什么？是豆汁儿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北京人呀，哥哥。干了吧！提问：一共说了多少次哥哥弟弟？弟弟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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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，哥哥，哥哥，弟弟，哥哥。